来，就是这款对虾，4050的198这样的两盒，再送两包这样的即食海藻沙拉，超低价哈！来，打开之后看一下里面的虾，看，满满的一盒，这一盒呢毛重是4斤，哈，4斤，然后去掉它的这个外包装，去掉它身上这些少许的冰渣，净含量在3斤6两左右，非常的好。就这个，咱不管是自己家人吃，还是说去送人，都是够的，能拿得出手的，非常的好哈。这边呢，刚煮了几个，看，非常的鲜甜 Q 弹啊。看这虾，看这肉，水煮一下就能够看到这个虾新鲜度了哈。价格呢也已经给大家放到最低了啊，两盒我还送两包即食海藻沙拉。这个海藻沙拉如果你们单独去买的话啊，一包也得6块多钱哈。一包也得6块多钱。我今天状态不太好，你看，这刚刚煮了点生蚝，然后用手去拿生蚝刀一抠，啊！现在一想起来就浑身就哆嗦，那一下太狠了。看咱家这个虾的肉质，就是一个字，鲜啊！然后我们这个虾是有那个检疫证明的哈，检疫报告，嗯，好，放心吃。过年了，家家户户啊，囤点货吧。今年呢这个快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，有大家都在传哈，但是确切消息是没有的，都在传，反正这个快递啊随时都会停啊，也不好说，这个咱也不知道，现在没有接到通知，但是万一到时候快递停了，就是再囤货就有点晚了，是吧？咱们现在先把货囤来，这个只要是冷冻保存就行，对吧？